我们刚刚讲这个动力啊，神掌管一切，神极爱我们。当我们爱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，他必定很喜悦。犯罪不遵从神，必定有破坏性。我就用这个图画代表啊，这个图画，神掌管一切和极爱我们，右手。当我们爱神、亲近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，必蒙福和必被提升。然后左边，看这个什么步走上去的。然后左边的犯罪不遵从神、不侍奉神，必有破坏性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可以被神修斩，就会神可以惩罚管教。再严重的，如果这个人不悔改的话，可以永远的沉沦。所以，为什么受苦呢？很多基督徒以为犯罪，不侍奉神、浪费生命是，对他们来说好像是这是我要的，这是我更享受的，因为我可以享受世界，也可以享受去教堂。但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不遵从神的时候，后果是。很严重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看这个，万物都属于神，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的，没有人能够抵挡神。耶和华呀，尊大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所有一切，所有一切，我们所有的，所有人所有的，所有有钱人所有的。都是神的，国度也是神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正大强盛都出于你，所有一切都是神所有的，然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，都属耶和华，都是属神的，都是神可以掌管的。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眼目，所以爱神的人必定蒙福。虽然眼看来好像他们受苦，但其实神去帮助我们，也有里面的平安喜乐是世界不能夺去的。然后历代志下20:6说：“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，你不是天上的神吗？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？”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，无人能抵挡你，没有人能够抵挡神。所以，当我们走神的路，没有人能抵挡我。他们可以禁止我们传道，有些时候，有些情况禁止我们，但我们有神的力量，人不能永远的阻挡，在一个地方的阻挡，但神为我们开路。所以我们相信，我们是有无限的。力量，无相的帮助，无相的帮助，无相的力量。好了，然后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耶稣就蒙福的。圣经是说你信耶稣，你尊崇神，你爱神，你侍奉神有福。哥林多前书2:9，神为爱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是爱神的人蒙福，然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先求他的国什么意思呢？首先是我想更多人信耶稣，进入天国，进入恩典的国度。另外一个意思是，神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国。如果有一个国王，他在他的国度里面，他吩咐人，你来，他们不来。你去，他们不去，这个他就不是王了。这好像中国古代这个我忘记他的名字了，叫慈禧后慈禧太后的时候，这个王被监禁起来，不能做王就是那个末代皇帝被软禁起来。不是末代的，后来。这个慈禧已经死了，但在慈禧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
王是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的。这个就是说，虽然是王，但他没有权利。很多基督徒的心里面是不是神作王呢？我想问你，神作王是10%啊？有些基督徒他们神作王是什么呢？啊，他去教堂已经觉得是非常好的功德了。他说：“我去教堂已经是非常好了，我为神去教堂了。”他的心其实是不是尊重神是万王之王？但如果你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我完全的顺服你的话，神就很喜悦。你先求他的国，帮助人进入天国，也让神在你心中真的作王，坐着为王，在我的生命，在我的家中，在我的教会，在我的所有的地方，我去的地方，工作的地方，神都作王。而且追求他的义，这个义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基督的义袍在我们身上，第二是基督徒所行的义，在启示录19这样讲到，这个我们有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就是基督徒圣徒所行的义，所以将来我们有基督的义袍，也同时有基督徒所行的义，是永存的，你这一杯凉水给人永存的赏赐，永存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为神做的不是白费的，但我们追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就是传福音，带领人进入天国，也让神在我们心中作王，也有耶稣的义袍，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，所有你需用的。但有些人说，我有的不多啊。当你一步一步进入神的计划，神就为你预备，不一定用财富、粮足啊。但我感谢神了，神给我这个宣教机构，给我们财富可以帮助不同的地方，我感谢神。起初的时候，我不需要这么多的供应，我曾经有困难的时候的，但神一步一步的开路，你也可以的。你像这个教导传开，如果你真的活在这个教导里面，你讲的时候好像我这样讲，充满神的恩典，充满神的同在，人都会说请你来，你就将这个教导传给很多的地方，你想不想？你可以的，但这个需要操练的，需要真的遵行的。然后37:4，以耶和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其实以前我有一天祈求的，当时因为我没有这个自由周围去宣教，我就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所求的就是能够自由的去宣教，我所求的就是这个，神就释放我能够去做。以前我是被拦阻不能去做，但现在神给我这个自由，感谢神。以神为乐，神也使我们成家地的高处，去到高的层次，更高的层次。我感谢神，我在生命最后，在我最老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，如果我20年之前有就好了，但不要紧，我还是健康，哈利路亚，神给我健康。我也是这样说了，神给我多少年，你就去给我多少时间去传这个教导，不要紧的，你给我10年，我要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都要，随你的意思，你给我多少年，我就做多少。这样的意思的话，我就很轻松的，不是说神的这个教导很重要，你必定要给我多少岁啊？不要紧，神知道一切，他可以给我的，他要的话，他可以给我。你们也可以的，你们给我年轻很多啊。但我告诉你，有些人比我年轻，但力量不多，很累。有些人说，我整天都累。你看我有没有累？有人告诉我，
啊，你今天坐车来啊？你有教导这么久，晚上要不要休息啊？你看我现在有没有看到累？有没有？我看来累不累？这个就是神的祝福，我感谢神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我的眼睛比我年轻人，我的弟妹都要戴这个老花眼镜，但我不需要。不需要近视，也不需要远视的眼镜。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同时我说恩典，我也说警告。圣经有律法的，最重要律法不是我的动力，是我的带领。其实律法有两个功用，你要写下来。第一个功用，告诉我们怎样尊重神，你写下来哈。律法告诉我怎样遵从神。律法另外一个功用是警告和惩罚。我需要律法告诉我做什么，圣经吩咐我做的。律法告诉我，律法不但是摩西的律法，圣经所有的吩咐、所有的诫命都是律法。但同时，律法有警告，犯罪的后果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所以有这个警告，但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动力。但有些人以为传道，但是骂人，这个警告人就会遵从，但这个人就会就是在惧怕中侍奉。我们惧怕中侍奉。力量不大，爱的力量更大，是不是？喜乐的力量更大。好了，这个警告，律法的罪的破坏性。启示录2章23节，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。这是他看到我们的里面。现在你的心是怎么样？神看到的。你是，如果你的心说神真好，我要跟从你，我要活在你的恩典中，我要遵从你，发挥我的生命，神看到就喜悦，就帮助你的。但如果你说啊，快快讲完了，我要睡觉了，啊，没有力量了，快快啦，我很累了。啊，当然你累，你有权去休息的，但意思是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兴趣听了，没有兴趣去学习的。神也看到的，有些人就是没有兴趣去听的，所以我们的内心很重要。有些时候是这样的，传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留意，传道人或者是主日学的教师，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人很听话，我们很喜欢他，但有些人不听话，我们就不喜欢他，不就会轻看他。神也看到。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，神是不是轻看我们呢？是他还是耐心的帮助我们？所以神不喜悦我们轻看人的。我们留意我们的内心。有些人在侍奉中很多负面的情绪的。你侍奉有没有负面的情绪呢？哇，很烦恼了，很大的压力了，啊，觉得人不好了，不喜欢人了。不喜欢同工呢，就是有不同的负面的想法，神都看到，所以不能逃脱神的眼目的。所以我不敢犯罪。保罗有说，我们许多好像一场戏，在就啊显给世人和天使看。但其实，如果许多要显给所有人看，是不是其他基督徒就不需要显给他们看了，其实我们都需要的。有一天，现在你坐在这里，好像只是我们这里这些人，但有一天你会看到，你回到这个情景，但上面是开了，然后所有世界人就看着我们。我们在家中的时候，如果吵架，全世界在看着你吵架。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当你侍奉神的时候，全世界也看到你。你真心的侍奉神，神也整个世界也看着你。
我是在讲这种心态侍奉神，但我是很轻松的，因为我不要犯任何罪，我都是完全的尽力去尊重神。我不是说我是完美，我是说我有罪，我马上处理，我尽力去尊重神。我不是说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罪的意念，我有，但我尽快处理。有任何罪的意念出现，我马上处理。这个是我说的重点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但我尽量马上处理我的罪，然后约翰福音5章14节，犯罪必有破坏性，教育的更加厉害。很多我见过很多基督徒，他们是怎么样了？家庭吵架，内心不开心，常常被人炒鱿鱼，常常没有人喜欢他，没有好的朋友，整个生命都破坏，健康不好。有没有见过这些基督徒啊？好像整个生命都破坏，因为他们没有管理好他们的生命。我们需要管理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与人的关系、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，怎样侍奉神，我们都管理。但有些人说这么很大的压力啊，但我说没有压力啊，因为我做什么神都喜悦。所以我很开心的做，我也尽力去做，让我尽力去做，神就喜悦，我的生命就发挥，去到更高的层次。所以在世界上，人要做很多很多才能进步，但在神国里面，我努力马上就进步，我再努力马上进步，我投入祷告，马上经历神的同在，马上进步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就说。不是有压力，很轻松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受败坏，必定破坏或败坏。很多是用自动波、自动挡生活的，有怒气就骂人、发怒，随便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这样的话就会受败坏。所以骂人，他们会受败坏，败坏有不同的程度。你看，有些人病到很严重，整个身体有癌症，这个败坏很严重，身体的败坏。有些人是有一些毒疮在身上，有些人是身体很多部分都生了很多不好的疮在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里面的怒气、不开心、烦恼，在他身体上就彰显出来了。这个就是。某一种的败坏，有些人与人的关系不好，是某一种的败坏。每个人败坏不同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更多败坏呢？不想是不是？你就可以问他们啊，你想不想更多败坏啊？很好玩，很好玩的，好不好啊？不要，那不要就不要顺着情欲了，好不好啊？你顺着情欲就必定败坏了，整个生命就败坏了。啊！但你顺着神的话，顺着圣灵撒种，必从圣灵受永生了，就有，而且无限的恩典，而且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了，盗贼来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盗贼来，你犯罪，你骂人，你怒气，你伤害人的话，魔鬼会抓住这个罪，将你完全的破坏。有一些人随意。骂人，他不知道这破坏他的家庭。他们说我的配偶不好，所以我要骂他，越骂配偶越不好，是不是？越骂家庭越不好，就更幸福。魔鬼就偷窃他的家庭，然后他在教会里面也没有爱心，魔鬼就偷窃他的侍奉，他的生命。他的喜乐也没有了，魔鬼就偷窃他的喜乐。有些人本来神给他很多恩典的，很多很多，他剩下多少了？这么少？那你剩下多少了？还是你的恩典是满满的，满意？我的福被满意，流到别人身上，哈利路亚！你的福气流到人身上，还是你的败坏？你的被魔鬼偷窃，流到人身上，这个就不好了。有些人是这样的，他常常骂人，所以他们的破坏就流到别人的身上了。
好了，启示录22:5，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耶稣就临到他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所以讲到悔改，有些人是这样：神啊，我有罪啊，我有罪，罪罪罪，你赦免我，求你赦免我，就是这样痛哭流泪啊。他说啊，现在悔改完了，悔改不但是哭。悔改是憎恨罪，罪是这个破坏的源头，所以我们应该憎恨罪，好像我们憎恨癌症。如果我知道身体上有癌症，你必定用方法处理。有罪，但很多处理罪是不是处理癌症这个方法呢？不是啊。如果有癌症，他们必定找医生的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但他们有罪，不会马上找。啊，牧师传道啊，领袖帮助我了，我有罪啊。他们不会这样的，他们允许自己的罪留在他们生命中。他说我有悔改啊，但明天又犯罪。这样的话，神从这个警告，将这个教堂从原处挪去。所以我们就说神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你给我的恩典这么大，我要留在这个恩典中啊。我要享受你的恩典，我要福杯满溢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啊啊啊！两条路，走哪条路呢？好了，罪让魔鬼偷去喜乐力量，人际关系神的喜悦侍奉很重要，是神的喜悦，所以我不敢犯罪。如果神不喜悦我的话，我就失去很多。我感谢神。我感谢神，神给我很多印证，但我是说我不是骄傲，我是说神啊，我真的很多次犯过罪，但我后来悔改，真的遵从神，真的保守我的生命啊，神真的喜悦，所以我啊，老师告诉我啊，圣灵对他说，你要看看耶稣是怎样为人祷告，我觉得是神给我的肯定，我感谢神。不但是这个，我其实有不同的肯定。有一个很奇妙的肯定是，有一个人我为他祷告，他去天堂很多次，然后去了天堂，他有一次，耶稣让他看到他的生命册，上面看到他小的小的情况，是动画，然后旁边有耶稣写的字，啊，我为你伤心，我要医治你，我要怎样祝福你。然后有一次他去天堂，耶稣让他看到他的赏赐记录册，他看了之后他说，我可不可以看一看耶稣续的赏赐记录册，因为是我更新他的生命。耶稣就说好，天使拿来之后，我感谢神啊，其实我是说神啊，我不配的，是你的恩典。这个人说是厚的，是报尽的，上面写着我的爱子，然后我的名字。我听了之后说，神啊，我不配，是你的恩典，是你赐给我，我要感激你，我要荣耀你，是你的改变，不是我的能力。我真的非常的感激神。当我们尊重神，你会有很多肯定。我曾经去宣教，人会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我做梦见到你在梦中为我祷告，我就充满喜乐，充满爱。他没有见过我，但在梦中就见到一个中国人去，他们这个是非洲，他没有见过我的，但在梦中就见到我，这是肯定，就是你尊重神，神也会给你肯定，也提升你的生命。你说神啊，我要100%跟从你，不要让任何罪破坏我的生命，不要让魔鬼偷窃我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很多人追求是什么呢？衣食住行、财富、家庭成就，他们就以为这个是最聪明，但这些东西都要过去，而且越追求，神越不喜悦，神就惩治，生命越苦。但如果你追求神的喜悦，进入神的计划，就有永恒的价值，带来神的祝福和赏赐。
这个也是两条路，你要走哪一条路？希望我们首先在这里真的说神啊，我不要走，常常想着人的不好，常常被情绪影响这条路，我要走在神的恩典这条路，常常看到神的恩典，看到神的礼物，神的礼物，人的礼物，我就常常活在这个状态，常常服侍神，荣耀神。彰显神的荣耀，让人看到神的美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但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事情，他们不知道这是很愚蠢的。好了，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，感谢神啊！第一，留意，这个是胜过罪和负面思想情绪的。任何的罪，这个我想说，现在我们是讲到提升人的灵命。刚才我讲到什么了？就是神的使用，我们为神做什么事情啊？是恩典推动我们，所以做什么小事神都喜悦。我们怎样尊重神，神都喜悦啊。然后这个动力从哪里来？就是神必定祝福，必定提升，也必定供应，必定开路。然后这个警告了，犯罪有什么后果？不能逃脱神的眼目，然后这里就讲到怎样处理罪或者是负面思想情绪了。首先，我们留意啊，我有些不开心啊，但有些人是这样的，不开心啊，是这个不好，他害我啊，他对我不好，他骂我啊，他们就继续的思想这个人的不好，这个是没有处理，这个是顺着情欲随意的生活。人的随意都必定有破坏性的。第二，必有破坏性的，必会破坏生命。任何的罪必有破坏，必会破坏生命。然后第三，用圣经观念处理。圣经教导我怎样啊，怎样啊，遵从神，怎样靠主胜过罪或者是情绪了。然后第四，祷告求神赦免我，给我力量。第五，选择顺服。他明明骂我，我选择处理。他骂我是他的问题，我不要吃他的垃圾，我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我选择祝福他。虽然有些人说这样很不公平啊，他骂我，我还是祝福他。我对他说啊，请你喝茶啦，啊，为他按摩一下，好像哇，很省事很大，但其实。这个是神的机会，我越善待他，我损失越少，我越发怒，损失越大，越发怒，整个生命就破坏。好了，我现在用这个例子讲怎样处理，如果有憎恨的话，憎恨人，有些时候憎恨人不开心了，首先在里面处理了，留意到。我有憎恨了，不喜欢这个人，这会破坏我的生命的。圣经观念教导我什么呢？就是恨人的就是杀人的，啊，怎样有爱，被神的爱激励，所以能够饶恕人了。然后祷告求神给我力量，赦免我的罪，然后选择不去憎恨，也思想这个人曾经被人伤害，所有伤害人都曾经被人伤害。被人伤害人，伤害人的都是从小很多次被人伤害，所以他在心里面充满仇恨。在现在的世界，全世界都很多憎恨，你看新闻很多憎恨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被人憎恨，被人伤害，所以这个世界充满憎恨。但他去充满憎恨，我就体恤他，我就怜悯他，祝福他。我就选择善待他，神喜悦我就会祝福我。虽然他可能想破坏我的生命，但他不能破坏我的生命的。如果有一念的话，有些人觉得很难很难，但我们知道一念会破坏生命，会令我们里面误会，里面误会就没有平安喜乐的。但我们有这个一念的时候，就马上。思想求神帮助我憎恨这个罪，然后思想神的美善、天堂的美善，
当我活在圣洁里面，活在圣洁里面更蒙福，神更祝福我们的婚姻。很多人就觉得淫念很难处理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手机自动有很多色情的图片出现，有些人就每一天去看，看的时候整个生命被控制，但我们知道这个破坏生命，所以你帮助年轻人，他们都要面对这些情况，我们都需要处理的。好了，刚才所说的就是讲到怎样建立人的灵命，后面讲的是关于圣灵充满怎样帮助。刚才所讲的总话来说，就是说怎样恩典推动我们自己活在神的同在、神的恩典之中是神的恩典推动我们，也要用神的恩典鼓励人。神为你有预备奇妙的计划，有没有留意圣灵的感动？神在不停带领你，你顺从神，神成喜悦，你整个生命就提升了。你想不想进入这个奇妙的计划？他想的话，你就鼓励他。但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教导罪的破坏性的。你骂人会有什么后果？人就骂你了。你骂人，人会喜欢你吗？不会的。你骂人，与人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你的人际关系不好了，没有朋友，好不好啊？然后你骂人的时候，你有常常里面很多怒气。入世的时候，你读书好不好啊？你人关系好不好啊？你整个生命就被破坏了。生命被破坏，就好像一个屋子，如果你的屋子漏水，你会不会说不要紧了？漏水不要紧了？不会的，你说漏水的这个墙壁就慢慢就破坏了。我们有怒气，有淫念，有憎恨，就会破坏了。所以我们就说，神啊，我要走你的路。而且完全走神的路，有一点很重要的，有些人犯罪，他大部分的地方都顺从神，就是有一样罪，他不能饶恕他的配偶，他不能饶恕某一个人，他就是不喜欢某一个人，他以为我所有都遵从神的，我传福音了，我帮助很多人的，我常常敬拜赞美的，我就是不喜欢他的，他以为这个破坏性只是十分之一。他的生命就十分之一，但其实这个破坏不是十分之一。这个破坏他好的地方，他的敬拜不蒙神喜悦，他做很多侍奉也是很多怒气，神也不喜悦。所以犯罪十分之一，破坏可能是十分之九，破坏可以很大的。求神帮助我们被神的爱激励。活在神的恩典中，也处理所有的罪，不是很难的。有罪马上处理，就是用神的意念处待，深深的相信对我们最有益处，跟从神最有益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求神祝福我们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